那现在说回香港，我有个非常相似的例子哈，所以我刚听得非常的郁闷。当时我真的应该找你来那个，你在淘宝开个新业，我帮人帮，正帮人闹维权，对对对，没有因为哎，我也不是没闹，可是我的粤语还讲得比不上你，所以没有用。我用的策略也跟你很像，你想点？好的，我用的策略跟你蛮像的，我是买一张按摩椅啊去试用过嘛，好，他也是答应我3个礼拜内有，结果没有，然后每一次打。跟你好像啊，搞不好同一家公司。你是买什么啊？电视哈，对，电视啊，我是按摩椅，那我什么按摩啊，什么哈，然后一次又一次，每一次都说对，还在海运当中，航运当中，一模一样。香港就爱这个轮船啊，啊，气得我爆炸。然后呢，而且有时候啊，你要不要闹有一个关键，除了你个人有没有修养以外，就是对方的态度。对吗？我那个对方的态度，他不是不礼貌，他是太礼貌，完全好像一个电话录音这样回答。不管我怎么样说，哎，不对劲啊，这样不行啊，答应了这个那个，讲完了，他都再把他台词，而且用那种好像人工声音的，明明是个人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又讲一遍，对不起先生，我们公司的规定是不是？就讲一遍，好像机器声音啊，我就火了，就这种态度。然后我就直接说，我说小妹妹，你明明是人啊，怎么样你又假装机器讲话了？然后我也开始发飙了，而且骂这种事情是这样的，你刚开始有一点点不高兴开始骂，你越骂越凶，越凶越骂，越骂自己越凶，这样哈。对，我最后把你平生的压力全部释放，爆发大爆发。我是何等文雅的人，也跟你一样用粤语来骂，而且我的你看能用什么语？而且我的策略也一样。也是动之以情啊，说你知道吗？这按摩椅不是买给我的，买给我妈。明明我妈做脚底按摩，你知道我妈几岁吗？我妈98了，我是她生日，她 birthday 在生日啊，因为我怕你听成生日啊，98，我妈生日礼物，生日能够过时才送吗？你家里没有老人吗？嗯，假如你家有老人，有个98岁老人，你会有什么感受呢？对，也是讲的我自己都快哭了。老人辛苦了一辈子，90岁想躺躺按摩椅，找按摩椅，98年来，你知道1937年日本人进，讲了抗日啊，对不对？你见过抗日吗？哎哎、啊，我的天哪、啊，真的讲的自己想哭了啊！哎，是是是。后来什么？他当然也是假装机器的声音嘛。的政策、对不起，因为我们公司又是在讲没有用啊，后来我就去投诉消委会香港消费者委员会，然后还是没有用，到最后就是我真的那一阵子连睡觉都躺着梦到我的按摩椅，对吗？所以我听到你的个案我觉得你没成功，到最后好不容易等了2个半月哈，很好玩，他才打给我，哎，马先生，恭喜你，按摩椅来了。我就一听，当然很高兴，可是我要压抑下来，还有调侃他同一个服务员嘛。我说现在送给我有没有用呢？我妈死了。对，那我自己的一个亲身体验，我在香港，我有一次，我在家里装了一只空调，刚装完没有冷气，那明显是他装的就是错了，因为他检查过里面就是机器没有问题，但是装的时候他哪接错了。好，我就去找那个店，因为他你知道在香港你装冷气那个人他不是专业的，有个公司他们会找的嘛，什么达鹏那些人。好，那我去找卖给我空调的这个人，然后他不理我，我去那个消协啊，就香港也有消协啊，消协还给他发了一封信，但是你知道问题就在这里，消协一般是没有牙齿的，他没有办法帮你消费者权益委员会，对对对、他消协是没有法律能力的，就是他给他发信他也可以不理的，他还不理，哎呦，我就急了，我就去他店里，我那时候还大肚子，我想我是个孕妇，总能争取点同情吧。这优势。我就去了店里了，问题就在于我脸皮薄嘛，我没有不敢哭嘛，不敢闹嘛，我就跟人家老板。你不敢哭不敢闹没关系，往地上一坐。对，这大肚子。可是这也是在香港，我就觉得我还是。人家出来也是个有脸面。不是，我还是做不出来，我真的跟他讲。哎，你关我死呀，人家就不理我，然后我还去人家店里，别人在买他东西嘛，我还跟人家说，哎，不要买他东西，人家看看我也不理我，
我回家想了好久都想不出办法，很苦嘛，最后只好真的找律师发三次律师函就发给他，最后终于是给我认错了，给我重装了，等律师再发给我他的费用，我的律师费可以再买三只空调，但是我没办法拉开面子，就是能够哭出来能够泼出来，我的代价就很高。哎，好，我就接着你，咱们就说香港。我也有一回，我的当然咱们应该提倡像义军这样啊，事实为依据，法律为准绳，尽量理性，不要搞那些哈。但是呢，我好想不理性。我亲身经历的香港这么一件事，我买了个那个韩国的那么一个大电视，好，买回来呢没一个月，哎黑了，就是永远也打不开。好，就是说让人来修，修在香港都挺有程序，一修说你这个修不好，但我们给你换一部。好，换，那什么时候换呢？下个礼拜一给你打电话。哎，结果呢没打电话，没打电话，我打电话过去吧，我打电话过去就说，哎，我们是要换，我们要给你，那换就得换一模一样的。但是呢现在呢没有货，香港没有货，我们要等那个轮船呢，从韩国再运来。我说那多长时间呢？他说大概一两个星期吧，一两星期之后给你电话。好，一两星期之后没有给我电话，我又打电话，然后那个轮船海上要走很久啊。啊，我以为他说遇到事故了。你再等一两个星期吧。好，又一两个星期，你知道最后整整拖了我两个月，香港的他这个机构啊，这个韩国电视的这机构拖了我俩月。然后呢到最后我再打电话，说法就变了，说哎呀，这款他们不生产了。嗯，那你说那怎么办？说这样，再等一段时间，等他们新生产出来了，韩国生产出来了，我们再给你。我说那大概多长时间？给我许诺。你知道最后我就彻底的翻了，彻底的翻了。最后我享受到了人呐、崩溃的快感。哎，闻到广州话，小弟我的广州话，你知道当时我觉得那个人呐，就跟表演真听真看真感觉以后啊，你那个雄辩滔滔，我相信我把这个香港的这个客服说的都落泪，说的都崩溃。哎，我就真只体会到，因为不是，主要是那几下次维权找你去，主要是那几天有个生意也没谈成，就我心情我不好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发现，哎，人当人的情绪是真实的时候，你知道他那个力量啊，我就说啊，你知不知一个家庭两个月没电视台还没有感觉啊？如果你要不咱给大家翻译一下，你知不知道一个家庭两个月没有电视台没有电视看是什么感觉啊？这个家庭要分崩离析了。我话先生，如果系你好似我咁样，哎，一个星期打电话，话我要叫我等两个星期，一个星期打电话叫我等两个星期，哇，依家已经两个月啦，我有睇电视嘅权利啊，我系个人嚟嘅，你话有没有人权？我是个人啊，我有看电视的权利。我说尤其咧咁大部电视，日日喺我客厅，日日喺我面前。雷文也感觉，我就说尤其是这么大个电视天天在我面前，我天天都打不开，对吧？你知不知你同你被我家庭生活造成几大影响啊？哇，那我说完喜剧之王，我这个真的是要拍下来。那边那小哥们儿，那边小哥们儿半天，我估计香港人没见过这个啊，我们这家伙咱这雄风，对吧？然后呢一分钟都没说出话来。睡了，然后就睡着。这先生，我全部明白你咩意思了，我完全理解你的处境，就我完全理解。他说的很真诚，我觉得他说我完全理解你的处境。咁样，你冇放电话，你不要放电话，你等我少少阵，我揾我上司，上司过来了之后跟我说，哎，我们是这样，这个电视还不是我们最好的型号，现在我们已经有比这个更新一代的更高的这个型号，同样尺寸，但是呢价钱比这个还贵，对吧？我们决定给你换。哎，免费吗？就那个没有了嘛，那个确实是那个没有了，免费啊，当然免费啊，就我们给你换这个更好的。我说雷某桶我吹泡泡了，就你不要给我吹气泡，你话给死听见，明天不错，维权成功。听日晏昼十二点，明天中午12点，哗哗哗哗来了。哎，你说这个激情，
激情的力量，谁能挡？你知道吗？我要是当时能够坐地三步说一通这个，所以我绝对网红。所以为什么我就看到有时候我们看新闻，比如说就是在机场的那种霸占这个登机的廊桥，不肯下来的种种的闹啊，就我们就觉得很匪夷所思，是因为真的很多时候闹。就是有办法。不，我你那个不算闹啊。我体会到装的不行，对，装的你没有那个能量，那么你得是真逼急了，真逼急了。当然，咱们从这个事儿也可以反思，闹到这样不堪，这样不体面，我自己也很惭愧，对吧？我也觉得是很不对的，对不对？那是你的运气，这不应该这样，但不提倡这样。但是怎么样能够？大家都挺体面的把这事儿解决。我觉得目前暂时很难闹，有时候是真有用，就是说你不闹的话人家就是不理你。假如我们说所有事情都很按规矩来，所有事情有程序的话，也许你闹的机会不多。因为你要看闹是什么东西啊，闹其实是一个非常规的一个动作，然后才能够得到一些你要的你的义务权益或者什么也好。但这种非常规到什么程度，我举个简单的例子。我记得几年前我们公司一个同事去买机票，就订机票，然后后来呢去订机票，那时候还是不是那么互联网化，直接到旅行社，然后那个机票后来出问题，然后出问题之后呢就要求那边退款，然后那边不肯退，然后因为整件事是那个旅行社职员的人为错误，然后我们那个同事就气势汹汹，当天在他那个旅行社现场闹了3小时，然后结果后来你知道这事要怎么解决吗？我觉得那员工太惨了，就那个经理出来就说啊，有这种事儿，那我们一定负责，我们一定负责。然后说那您这个这张票多少钱？别说1000多，好，立刻那时候还没有什么支付宝啊这些东西，他叫那个。负责的员工，你把钱包掏出来，直接在他钱包，这个上司拿钱，全部钱数，还不够1000多，然后我这边先垫，你明天给我，这样子来解决啊。也就是说，这说明什么呢？就表示整个公司流程程序是完全没有这种准备，完全设计不完善，乃至于当有顾客投诉的时候，这个前线人员是没有办法利用公司已有的体制来回应，所以他只能够坚决拒绝你要求退款这件事。然后等到这个上司，等到你闹了，闹得那么严重，影响闹大了，那么这个上司也出来了，上司觉得必须解决，但这个上司是同样没有已经有的准备制度来解决，他的办法就是你自己掏钱。拿权威，对你说的这个其实有点像你刚才讲的那个网，就是那个网红的那个会议，就为什么那个人不能够提前给人家订一间房呢？他肯定还是忠于职守啊，他觉得我给你订一间房，我的老板可能会不高兴，因为这个预算谁出呢？他可能还是想的是我在做我分内的事儿。对，好多时候他处于这个职位的人，他只能想这么一点局限的事儿，他没有办法作为一个就是说独立来解决整个事情。没有变通，也没有要求他这样子吧，这叫必有一款适合你嘛，他不是你那一款，肯定还有人是适合你，能给你植入好多，能给你推销的。没错，你那个买衣服的店员我认识，每次跟我说完我也买一堆没想要的东西，肯定有的。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是看他的卖的东西的价位跟他针对的对象。你刚才这么讲可见你的生活特别高级。没有真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凡是会这么喊的他就是卖个橡皮擦卖个尺。真不是，不，我跟你说，你把这带货的想低了。我知道，现在他还带世界名牌啊。我知道，是很多大品牌的口红、化妆品。对，这有的非常贵。但是呢，他绝通常很少见到他们卖几十万的表，用很夸张的方法来卖。你不能因为你给表代言，你就开始聊这个又植入。我今天不是又植入，比较代表代表来。然后呢，你看我们做看理想 APP 就从来不植入，是讲品格的品牌。我没东西给你植入，有点输入给你植入半天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一讲名次他要剪掉，对，没得植入。你最近是不是拍纪录片了？在这儿跟你们移植器官啊。我说回来，我想讲的是什么呢？像这种，因为还有另一种反向广告的操作。反向广告是什么呢？就你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是李佳琦式的非常夸张的这样的带货，但是也有一种广告啊，他那个广告是不想让人看到的广告，或者拒绝客人的广告，他针对的是另一种课程。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你在国内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那种美食博客、旅游博客，
常常讲去哪吃去哪喝，然后大家说有东京什么什么什么名店，说一年都排不上队，这个定位多少多少。然后现在这个已经不行了，现在呢大家要标榜的要去什么呢，就我去了一家店，这家店啊别说一年定不上位，你根本不可能定位，因为人家只招待熟客，你不是熟客带去的你进不去。然后呢跟着说那家店多好多好。那后来呢这种东西多了之后，我发现呢日本啊尤其流行，日本现在呢以前这种餐馆呢，这我们刚才说的神话级餐厅通常是开了几十年的，开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然后被越捧越高。现在不是这么搞了，现在是一来开一家餐厅第一天开始就不接受定位。你说第一天不接受定位，那你客人哪来呢？他会这样子，他开个网站，这个网站很设计的很好，把他的菜啊什么的讲的天花乱坠的，然后下面有人说对不起，我们不接受定位，我们不公开地址，我们没有电话。然后大家在想这店怎么去啊，就越想办法。然后后来听到一些有办法的人说，哎呀尤其难定，然后他就爆满。这叫反向操作。我知道了，要给你卖东西，给这是这种的是给你的，特别简单。卖给他就说，我们这个外面看不见商标，看不见 logo。不是，就是说啊，我觉得我肯定是错的啊，我肯定是错的。但是呢，就因为呢，这也像个本能，就是所有这个高喉咙、大嗓门的、大喊大叫的。我就本能的我就觉得不可信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不管，包括我看电视节目，其实很多电视节目非常好看的，广大都特爱看。就是我个人有这么一个，你只能说怪癖啊，我就觉得有理不在声高，哎，就人一喊，我马上我就觉得就不可信，就怀疑。可是呢，像我这样的人，最近也慢慢悟到了一个道理，我准备改变我自己。哦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说这个感性的力量啊，你不可忽视。当然，包括在消费者权益保护当中，你们记不得前一阵儿这个西安那个奔驰女车主，对，坐在那车门上那个视频，对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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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当然，它火起来有互联网时代的很多原因啊，但是至少原因之一是人家爆了，对吗？就是哎，这样的一种行为艺术，这样的一种方式，它天然的符合互联网的网性，就人们会点击，哎，多少次消费者维权，你注意到没有？我不是说人家是这个动机，主观动机，但是我们看客观结果，看客观结果就是闹得凶，闹得动静大，闹得媒体都关注了，是不是这个问题似乎就解决起来就快一些？对，他而且得坐在那个车盖上。而且他本身你看有个标签一直叫女研究员嘛，就是你想象中女研究生吧，就是说应该是一个什么斯文的形象，现在好人家给你坐在车盖上，一定是被逼急了还要哭嘛，这样无路可退了。你看我经常跟我女儿说，我说不要哭，哭没有用，但是我觉得他长大以后一定会发现我这句话是错的。你绝对错了，就是你绝对错了。哎呦，你的女儿给我教育得了，我跟你说，这要发挥优势。你知道，就是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。最近他们都在说那个有个叫李佳琦的那个小男孩，你知道吗？就带货卖口红火到爆啊！就是说，就是所以为什么广告的形式在改变？现在比如说像赞助这个一个就是那种硬广告啊，都在解构，要叫我看现在的这个广告。你比如说有人说比如说口红，我过去找个大明星花多少钱让他做个广告，可我现在同样的这个钱甚至远远不够的这么多钱，我一下分发给这么多美妆博主，他是实实在在的一下就给你卖一万多，一下卖就是。而且我想为什么他们都要买呢？后来我看了看啊，就是这小哥他这套啊，我很早年之前在台湾电视上经常见这种语气，就说啊 ，My God， 是吗？什么小助理披头散发要抢到最后50份，哇，这么便宜啊！什么什么，还有个叫什么蓝啊，王子才能配得上的这个颜色，哎，他有很多语词。因为词语能在你脑电波产生一种东西的，哎，这都形成一种要不说是一种亚文化吗？网上你看前一阵都传出来一个小孩儿就模仿这一套，你可以看看这个。如果李佳琦去卖文具 ，Everybody， 这支尺子真正的国货之光，全球每天卖出1600万只，手感非常顺滑。
Oh my god， 太顺滑了吧！我的天哪！而且搭配这样一支橡皮的话，这两个色号给你们放在一起看一下，一个鸭屎绿，一个是雪白，真的是绝配，真是好看到爆！而且同等价位里最适合小学生。我买过的另一个就是唇膏是，其实它比如它有四十个颜色，每一个颜色它用了一个男明星的名字，就是说如果你得不到那个男明星，你至少可以用他的名字每天去 kiss 你。我不告诉你我买了哪一支。我的天，真的有这样？我有一天问我们那个化妆师，我说那为什么就这样就卖的特别好啊？他说你看，就是关键是这个口红啊。口红一般也不贵，对，而且口红呢，你能买多失败呢？对，所以才他说倒不也不是说买的人是被他怎么忽悠，就是你看他说成这样，哇，这就是200块钱啊，那我买，反正我也要买口红。他说，而且呢，口红不像别的，没有技术难度，它不像别的化妆，对吧？对，口红任何人只要自己一擦，哎，马上对你整个面色改善非常大。你又在做广告吗？哎，我又植入了。据说经济不好，口红就卖得好。是没错，我要当窦佳琪，行吗？我要当窦佳琪，比主持节目挣钱多了啊！所以你知道，我有一次在杭州做活动啊，参加一个事情，然后那天呢，在同样的一个活动场地，那是一个杭州的国展馆，它的 Convention Center 会展中心，然后旁边呢，他们举办一个非常盛大活动，比我去那个活动要盛大太多了。一进门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一进那个我们坐那个车子一进去，就看到旁边一群的女孩子站在门外，然后我一看我就说，哎呦，你看这些是网红，然后跟我一起的说，哎，你怎么知道是网红？这不就一看就知道这是网红脸吗？这一群都是网红嘛。然后呢跟着呢再走进去就看到这巨大的海报，那个海报呢就是几个网红占据海报中央，然后每个人都这么叉着腰，然后呢跟着下面呢写一个字眼，那个字那句话我觉得太印象太深了，请看我的小蛮腰。然后呢跟着呢再下面一句话，这是我们的时代。然后呢我就惊呆了，说 好吧这就是你们的时代。然后上去就全都这样的。后来我才知道那天的是什么活动，然后那个会呢就是把他们全国的这些带货网红召集起来办大会，然后呢是个誓师大会，是个振作人心、奋发人心、鼓励士气的大会，把他们头50名就是卖东西最强悍的召上来，这是他们的时代，他们来讲他们的经验，就很惊人啊！就一个这样的网红，一年带货带到几亿的，就带到几亿的，都是这种级别的，所以你说干嘛要给钱赞助什么广告什么呢？就直接给他们不就得了？ 你说这真是，就说前两天也是有个经纪人带网红的跟我讲，他都蔚为奇观。你知道就是那种我说这个网红不是带货的，就是网上做直播，网上做不是有这种网红那个直播平台有打赏的吗？然后呢他跟我讲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不了解这个行业啊，他说实际上那些打赏的钱并不是全给网红，这个平台方要控制这些，也不叫控制了，平台方要服务这些个打赏的人。比如说每年，他说这些人每年办一个活动，他说我干这行这么多年，他说你能想到吗？就一年打赏上千万，就是看着那个网红直播打赏上千万，然后呢这个平台啊就要组织这些个打赏上千万的人来搞活动，给他们最尊贵的待遇，整个会场一个大圆桌就他们坐在中间，那个服务就头等舱机票五星级酒店。好，他说那个平台还炒了个人，就是这么一小助理吧，有一个打赏的这个富家公子吧，大概是早来了一天。你说这种金主早来了一天，你肯定就给人开房嘛。结果这个就教条了，说哎呀你早来了一天，我们这儿这个房间都没怎么着，那少爷一生气走了。结果这家伙他这个上司一听，你把他放走了，他上司亲自坐飞机到人家那个人那儿赔礼道歉，然后哎请你一定要来我们这儿。什么什么头等舱啊，什么什么六星级酒店的，这是澳门赌场接待这个花钱最多的那种贵宾赌客的招。对，哎呦，我觉得真是，我你愿意吗？就是，哎，你哪怕再有钱，就一个一千万，当然他可能不是打给同一个的啊，就也许他一年下来花在这上的钱几千万，
那我真的觉得这没什么坏事的，各取所需嘛哈。你喜欢看什么，要不要打响你的性格你的能力哈。我反而是看到里面正面的东西，非常 target 的，非常针对性的，目标性的提供那个服务。像以前的广告方法，比方说找一个好像明星偶像，然后他扩散出去，他卖东西哈，他跟你不一定是点对点的，他不一定很多方面，特别在主要方面啊，不一定跟你是有同样的需要的，同样的心理的。可是现在有了在网络平台，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会被看见。我们看看，这算叫 P to P 吗？对，我不晓得。点对点吗？你看那个小孩李佳琦的啊，嗯，我就想很对啊。假如你卖一些小孩的用品，不管是文具还是食品，我当然我是小孩，我当然就是相信小孩啊，啊，同样的需要，同样的角度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说，假如你刚说什么网红大会这个那个，而且还坐飞机去追回这个顾客，我觉得这样才好了。应该把这种精神啊，点对点，网红卖口红的对卖口红，因为我也是使用口红的人。像香港有一个不是卖车啊，卖汽油的广告哈，我就蛮心想拉一句 slogan 的。他讲了一堆啊，对于车的什么加什么油什么好哈，然后呢最后一句说，为什么我知道呢？因为我也开车。OK， 对，我开车的人嘛，你也开车，所以我懂哈。那所以我说，我看到这种服务态度啊，假如能够把它扩散出来，用在餐饮业啊，用在各种的特别服务行业也好，商品行业也好，这个社会文明才会进步，而不是老子开个店或者卖个货，你愿者上吊，来就来，不来不来。啊，我觉得用这种那个网红产业这种服务态度才是对的。不过我倒觉得像这些网红啊，他们我们不要轻易羡慕，就觉得哎呀，动不动就赚那么多，那么受欢迎，号召力那么大，他们的生涯寿命其实是相对是短的，对对对，更新非常快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些网红他必须要非常短的时间内累积到大量的粉丝。因为这个东西，这粉丝变心太快了，真的是粉丝变心，真的是两三去年还给我1000万，今年只给1000。对，真的是会这样，所以网红的淘汰率非常高，包括带货网红也一直都是个迷思啊。其实这个东西不只是国内，比如说国外也有啊 ，YouTube 上面的有很多 YouTuber， 他们那个替换率非常高。他们如果真的要卖东西或什么话，你会发现，比如说有一阵子，我记得很多人讲，举例时装最明显了。每年不是有很多时装周吗？比如说巴黎、米兰、什么伦敦的，那时装周在曾经是要请一些有价值、有地位的大的媒体的老总去看嘛。比如说什么时尚杂志啊、Vogue 啊这些，不是那些女魔头嘛，穿 Prada 的恶魔，然后就去了，然后众星拱月的拱着他来看这个时装，就等着他回去，写几句好话。那后来呢，大家发现，我干脆直接找这些KOL。这些网红请他们来，他们那个力量更大。但是你会发现后来出现一个规律，就年年去的人都不一样，这批人。而那些女魔头呢，就这么多年都还在这。而且你说这个啊，我有一个我想请你们评一评啊，就是说是我觉得是我不好吧。就是比如说这些带货的包括就像说李佳琦的这种 my god 这种语气啊，我最后发现呢，是因为我呀人生观灰暗。哦，没有，我绝对就是这样卖东西的，我是绝对不会跟他买的。但是我必须说，这一定是我的一个偏见。我这个偏见导源于什么呢？就是那个我这个狂喊乱叫的、高喉咙、大嗓门的，在一个购物平台上这样的。当然，我肯定是错的，但是就是我这种偏见妨碍我。你反而你好好跟我好好说话。你凡是这种这个就是表演这么夸张的哈，这反而让我呀生出了这个偏见，就是我绝对不会在这儿买东西。